好，今天我们来挑战大总统，用的是爱德华兄弟，记得用弟弟当队长哦。副队长一定要带哥哥，不然血量会不够。完全可以磨过去的，只是就小心就好。好，没有磨，直接打死了。那么这里呢，是直接转，因为有两个真伤的情况下，其实伤害是很够的。
西，所以完全是死不了的。好，把大总统打死一次过后呢，等家交换换工具，然后就再打死他一次就行了。这完全就是暴力碾压。水闸队长戴阿尔就可以有队长战友不同这个成就，那这个可以解两个成就。